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惊恐，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，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荡。魂飞魄散的瞬间，我真的听到了，我真的听到了。吓你一跳的深夜广播，关不掉的收音机，夜惊魂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们几个好友驾车外出旅游，就在这样一个雨夜，我们在山上迷路了。李杰在泥泞的山路上慢慢地停下了车，看着后视镜里的我，一脸无奈的样子。桑南的男友刘鹏看了看车窗外，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了，雨突然停了，周围很安静，偶尔有风吹过，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。现在怎么办？小赵、李杰、刘鹏，你们三个大男人快想想办法呀，我可不想死在这个荒山野岭。李杰，开车吧，看看前边有没有旅店，今晚我看我们还是不要下山比较好。听你的，刘鹏，看来现在也只有这样了。哎，小赵，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？就听刘鹏的吧，我没意见。我真搞不懂，我们为什么非要来这个鬼地方？糟糕，这路太滑了。李杰的语气开始紧张起来，每个人都变得十分的不安。窗外依旧是漆黑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不知拐了多少个弯，在我们都绝望的时候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亮光。哎，你们快看，看前面有灯光，肯定是旅店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，李杰一定要坚持到那儿啊。汽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大家在感叹之余不禁打量起四周。那是一幢普通的小旅店，我们看到的灯光正是旅店的门廊上挂着的两只灯笼，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晃着，昏暗的光显得迷离飘忽。大门上挂着一块积满灰尘的木牌，上面写着旅店的名字，夜归旅店。这店名怎么叫这个夜归旅店？念错了那还不成了野鬼旅店了？咱们真的要住在这儿吗？哎，除了这里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了，敲门吧。你们有事吗？哦，我们在山里迷路了，今晚想在您的旅店里住一晚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啊，打扰了。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安排一下房间。你们想要怎么样的房间呢？我害怕，刘鹏，咱们住一间吧。行。哎，小赵、李杰，你们住哪一间啊？哦，我一个人住一间。我也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看看四周，白色的墙壁早已泛黄，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，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了，却也可以想象它昔日的光彩。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桌子，
桌角似乎有被老鼠啃咬过的痕迹。桌边是一张长沙发，坐上去会发出咯吱的声音。除此之外，吸引我的是橱壁里放着的两个一模一样的黑色托盘，不是很大，托盘上雕刻着奇异的花纹和几个字：夜归旅店。哎，这不是店名吗？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哦，房间准备好了，一楼两间，二楼一间，你们自己安排吧。哦，我必须提醒你们，晚上最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要乱跑，特别是不能到三楼去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也都不要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哦，我去睡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晚上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吗？哎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走吧，咱们住一楼最里边的那一间。哦，李杰，那我上二楼住，你自己小心啊。哎，没事，小赵，我倒是要看看会有什么事儿。半夜，在睡意朦胧中，我听到了女人暗暗的哭泣声从天花板上面传来。霎时，我被这断断续续的呻吟吓醒了，是三楼传来的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因为店主的话又回荡在耳边。我裹紧了被子，上面会是谁呢？难道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哭声渐渐的弱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从被窝里探出头，额上早已是冷汗淋漓。我爬起来，感到口干舌燥，我定了定神，鼓起勇气打开了房门。阴冷的风迎面吹来，走廊里一片漆黑。我借着窗外的月光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寒气从脚底板冒了上来，使我不住地打着哆嗦。我扶住楼梯扶手，抬头看去，上面是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刚才女人的哭泣声和现在的滴水声有什么关系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一步步往楼上走去。那个房间在我房间的正上方，我走到那里，滴水的声音霎时清晰起来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门竟然自己开了。在散发着霉味和浓烈的血腥味的房间里，我看到了惨淡的月光下一个长发的女孩跪坐在窗边。她低着头，黑发遮住了她的脸。她的身上穿着拢地的白色长裙，裙摆散开在地上。她低声地喘气，瘦小的身影是那么的单薄而诡异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他的侧面，他的怀中抱着一团什么东西，滴答的水声是从那东西上淌下的，一直流到我的脚边，是血。心里的气味扑鼻而来，难道那是？我忍住心中的恐惧，仔细一看，天哪，少女的怀中竟然抱着一个人头。哎，小赵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昨晚昏倒在三楼的走廊上，把我们吓死了。对了，小赵，昨天晚上 你看到了什么？窗外突然雷声大作，我语无伦次地把我看到的一切说了出来。桑楠流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而后他尖叫着跑出了房间。桑楠，刘鹏，怎么办呢？你一定不相信我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呢。我相信，因为李杰他死了。什么？他死在你说的那个房间里，而且他的头不见了。什么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去找店主，那老太太肯定知道一些事情的。门被推开了，
老太太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浑身湿漉漉的桑南。桑南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哪儿去了？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不要再添乱了好不好？下这么大的雨，我看到这个小姐一个人在外面站着，所以就带她回来了。我昨晚去了三楼，我听到女人的哭泣声，我也看到了。不会吧。我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去，就在壁橱的旁边挂着一幅油画，画上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，长发白裙，她跪在地上，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的盘子，像是十分虔诚地祷告着。我没有看清她的脸，衣服很像。我真后悔住在那个可以听到哭泣声的房间里，如果我不住在那里，也许就不会听见奇怪的声音，也许就不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不禁看看那个老太太，突然发现她的嘴角挂着一丝阴险的笑。晚饭过后，大家坐在一楼的大厅里，各自想着心事。李杰的尸体就躺在客厅中央，上面盖着薄薄的白布，已经被鲜血染红了。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恐惧而又窒息的宁静。我想回家，刘鹏、小赵，咱们马上下山吧，再待下去我要发疯了。我也想走，可是我们怎么下山呢？唯一会开车的李杰。我不管，我宁愿走着下去，也不想在这里再待一分钟。难道还要我在这鬼屋里再待一夜吗？说不定接下来死的就是我了。什么夜鬼旅店，根本就是一个野鬼旅店。桑南，你冷静点，明天警察就会来这里调查的，我们不能让李杰死得不明不白。就算是真的有野鬼冤魂，我也要去弄清楚。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到三楼去。你不能去，你会被杀的。你们别吵了，我去。刘鹏，晚上你照顾桑南，我上去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万一我有什么意外，你就赶快带着桑南离开。夜深了，我坐在那个满是血迹的房间里，看得出这个屋子有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了。天花板上、桌椅上，甚至床上都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，空气里弥漫着腐朽的气息。为了壮胆，我打开窗子，好让这个屋子不成封闭状态，如果有什么事，我还可以从窗子逃生。可是真的是鬼的话，他会让我逃走。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，为这个屋子添了一点生气。时间快到了，我看了看表，昨天我是这个时候醒来的。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开始冒冷汗，我知道我害怕了。房间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，这令人恐怖的寂静使我原本的镇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不知道我将面对的是什么。突然一阵阴冷的风吹来，我本能地打了一个哆嗦。我惊恐地看到原本关闭的门竟然自己开了，有个东西从外面飘进来，我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。可是我还是站在那里瞪大了眼睛，是那幅少女的画像漂浮在空中，缓缓地向我这边移动。我发现画中的少女和先前看到的有些不一样。是的，她原本闭着的眼睛现在却是张开的，她在对着我笑。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，画像在空中停止了移动，画里那只黑色的托盘开始滴下鲜血，染红了少女的衣裙。托盘上是个人头。
我的头皮开始发麻，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我冲向门口，脚却像被钉住似的，一步也挪不动了。他站在那里，散乱的头发披到胸前，白皙的脸孔几乎是透明的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神异样的冷漠。他的脖子上有一道丑陋又刺眼的刀痕，鲜血还不断地从血管里冒出来，滴在地上。果然是他，画像里面的少女。你是谁？因为他的手中捧着血淋淋的头颅举到了我的面前，一股恶臭迎面的扑来，头发、眼睛、鼻子，不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使足全身的力气推开他，没命的找门外逃去。我一口气跑到底楼，桑南正站在那里。小安，刘鹏呢？他怎么没有和你一块下来呢？刘鹏，他……你说振宁怎么了？他说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快半夜的时候他也上去了。什么？天哪，难道刚才……小赵，你快说呀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刘鹏呢？桑南，快收拾东西，咱们赶紧离开这里。不，我要等刘鹏回来。快走，离开这儿后我再告诉你。不由桑南分说，我拉上他的房间，拿上行囊就跑了出去。突然在一楼的大厅的地上出现了两具没头的尸体，一个是李杰的，另一个竟是刘鹏的。刘鹏！桑南，快跟我走。你们跑不了了。桑南，快跟我走。我拉着桑南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旅店。旅店外漆黑一片，我凭着印象拼命地朝山下跑去。没错，是这条路，快跑。我跑不动了。坚持住，坚持住。看，前面有灯光，好像是有人家。眼看就要到了，天空划过一道闪雷，看清了前面亮灯的地方，怎么还是那可怕的夜归旅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们又跑了回来？桑南此时已瘫坐在了地上。小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桑南，快起来，来，我背你。你们跑不了了，哈哈哈哈！我背起桑南，朝着黑暗的山路上跑去。雨越下越大，突然我脚底下一滑，小赵！我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后，浑身的疼痛让我醒了过来。小赵，你醒了。桑南，快跑！小赵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自从车祸之后，你已经昏迷了十几天了。车祸？什么车祸？是啊，那天晚上咱们迷了路，结果李杰一不留神，车从山上滚了下去。翻车了，那李杰呢？刘鹏呢？他们都死了。咱们不是从旅店里跑出来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是我背着你的呀。没有啊，小赵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我要回到那里去看看。那也要等你出院之后才行啊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三个月之后，我的身体彻底恢复了，可那个旅店里发生的一切一直在我梦里出现。我决定再去我们出车祸的地方去看一看。小赵，哪天去不行啊？非要赶个雨天。谁叫天公不作美呢？你们是在这儿下车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是这儿是这儿，谢谢您了，师傅。桑南，快到了吧？快了，再往前一点就是翻车的地儿了。我记得咱们就是在这个附近碰到的旅
店呀？什么旅馆呀，荒山僻野的。啊，桑南，你快看，那山坡上是什么？看见了，是一栋房子。那天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呢？门口的牌子上写的什么夜归旅店，这名字可真奇怪，念错了那还不成了野鬼旅店了。桑南，快跑。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夜归旅馆》，编剧导演王宝云，剧中人物小赵由邱浩饰演，李杰由辛振宇饰演，刘鹏由王宝云饰演，桑南由刘旭佳饰演，老太太由杨逸璇饰演，录音桑野，制作合成亚楠。